True Depth 可拍出前景清晰、背景朦胧的自拍照。人像自拍是人像模式中的全新功能，可呈现摄影棚等级光效。中央社分享 iPhone X 今天开卖，配备5.8 寸 Super Retina 全萤幕 Face ID 脸部辨识 Animoji 动态表情等新功能蔚为话题。 3C 达人听歌今天动手示范，并表示最爱人像自拍功能。苹果 iPhone 推出10周年之际， iPhone X 以顶级旗舰之姿抢市，台湾售价新台币35,900元起， 256GB 储存容量售价41,500元。尽管是有史以来最贵的 iPhone， 还是下不跑果粉。电信门市与苹果授权通路开卖现场都吸引大批果粉彻夜排队抢购。先观察外观部分，听歌表示，这次 iPhone X 外观搭载医疗级特制不锈钢边框，如同手术刀等级，机身正反面都采用玻璃。而最特别的是 iPhone X 外观整个萤幕占比变得更大，手握感为5寸，但是萤幕为5.8 寸，比 iPhone 8 Plus 萤幕5.5 寸还大。听歌指出，观察相机外观， iPhone X 摄影镜头为直立式， iPhone 8则是横式，但拍起来效果差不多。 iPhone X 虽为全萤幕，但最受人议论的就是萤幕上方黑色区块的刘海头设计。听歌表示，不要小看刘海头，它就是主导脸部辨识功能运作的关键。小小的区块塞了7到8个感知器，而 iPhone X 少了实体 Home 键，意味着 iPhone 将许多功能键都融入边框的开始键、电源键和音源键，譬如唤醒 Siri、 截图、强制关机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 iPhone X 搭载脸部辨识 Face ID 解锁、认证及支付功能，可搭配 Apple Pay 行动支付服务使用。Face ID 功能透过 True Depth 相机执行，会投射并分析超过30,000个部可见光测绘点，制作精准的面孔深度测绘图。听歌认为，解锁方式比传统更为快速，只要看一眼就解锁完毕。在相机部分， iPhone X 主相机1200万画素，具 True Depth 前置相机700万画素，支援人像光线，会分析超过50种不同的肌肉动作，然后以12种 Animoji 动物表情符号模拟你的表情，并传送给联络人。True Depth 可拍出前景清晰、背景朦胧、赏心悦目的自拍照。人像光线是人像模式中的全新功能，可呈现令人惊艳的摄影棚等级光效，而这也是听歌最喜欢的功能。听歌表是，这次 iPhone X 的前镜头支援人像模式，更加入不同的人像打灯效果，让自拍的光线效果更多样化，人也变得更好看，还不用后置镜头来补光，觉得非常方便。另外，果粉也可透过 iPhone X 体验扩增实境 AR 游戏与 APP。